死。哎呀，这球突分过程中失误了，弗兰克林啊，可算是顺顺当。王菲指导是那意思是说要提出挑战吗？过来弗兰克林，弗兰克林还要打一个，嘿，泄气呀、啊，嗯，二三联防。又是弗兰克林，终于不用在很多时间顶到这个自己身材实际比较吃亏的五号位上去。哦，强投进了！王胜鹏这边的突破分球也出现了失误，弗兰克林一马当先来一个快攻的双手暴扣，这一次篮板球拿下来，强行的突破，球点切底线之后加重一侧，但是弗兰克林没有找人多，这一次前面是一马平川了，直接给到弗兰克林双手的扣篮，这球还是挺无，没有好机会，弗兰克林好球，又换防，弗兰克林单挑米卡，找节奏之后外线的三分好球、弗兰克林这球是在身高上吃亏的，哇、哦，可这宝其实不太好打，顶不动，这个球传球失误了，弗兰克林好球，一条龙的。哇，今天连续的换防都是王彤来对弗兰克林啊，身高可以控制一下，身高弹跳可以控制一下。哎呦，这个新疆队所设置的这一个挡拆，又是反击，弗兰克林自己上，二加一，抓住机会。你看，所有的福建，不管是谁，当山西篮板下来呢，我第一时间先让你减速。有这个玩上了，胯下两次，那比赛基本盖棺定论了。好球，弗兰！哇，今天连续的换防都是王彤来对弗兰克林啊，身高可以控制一下，身高弹跳可以控制一下。我说，可能你这防守一定要延误上去，或者哪怕赔偿犯规，你也不能让邓蒙进。这是莫德尤纳斯 ，Franklin， 比莱奥·桑斯兹 ，Sharks 的罗杰多 ，Shesnat。需要把节奏打快，但是弗兰克林这边控球非常老道，撤步三分再来，这回林从背后突然过来啊，弗兰克林这判断非常的到位，控球不在持久攻的时候，这个身体的优势没体现出来，是，哎呦，残忍啊，投中给你的，从投中给你的让你去攻啊，你就要去惩罚投中这个球员，好球。弗兰克林，投中给你的，从投中给你的让你去攻，啊，你就要去惩罚投中这个球员。但是内线有一个错位，弗兰克林看来是不想要，自己来小打大，撤步三分。弗兰克林拉回来接着投，好球。Kines kolego sve češće u našem programu u ovim jutarnjim ili prijepodnevnim satima bolje rečeno što je svako。啊，这种球，弗兰克林的投篮的出手点高，这次都太多了。那问题是以他身体条件，他经常不难投不出去。弗兰克林外线，基层当教练的时候就跑到专门跑这个邢台去选材。七八秒再上去，严鹏飞是不是上去掩护啊？应该四秒，不要吗？拉开一打一，投了起来。之后并没有机会。弗兰克林撤步外线的三分再中，球一定得注意。弗兰克林看一下追身三分，直接拔连续。这球陈帅鹏给了元帅一巴掌。元帅，嘿，这球要再被打进啊，我觉得福建队该调整。追身三分。机会不错，但是球还是滑了出来。弗兰克林追马丁在篮下的终结能力就体现出来了，并不是那么的强。哎呦！对于弗兰克林防守啊，防的是很紧，但还是由防守尖兵张春军来防弗兰克林。弗兰克林效果可能就更好。因为到了下半场呢，一个是现在山西呢进攻。弗兰克林上环一个，
说就是自己亮眼的时刻。弗兰克林又一次在外，你这样的状态啊，很难在比分上能占到便宜。后撤步三分，外线的确高度不够啊。外线的三分，顶着头，真和确实这个秀了多次身体了。更高优势的情况下，篮下球也比较困难。弗兰克林来了，好球！这反击应该是别往后退了，应该早顶一点。林宇这次没有打进啊！转换进攻，弗兰克林，这最后一攻还有机会。提速，直接上，二加一打成。是把自己完全抛向空中，来看弗兰克林转换，好球！人之间互相有一个拉拽，但是还是干扰到投篮了。弗兰克林转换打一个好球，然后打成有换山西队的转换进攻，弗兰克林自己来两分，还是断球。重新看能否控制住啊！山西队这一阶段防守，这边是一个身后的干扰之后，出现了对挡拆的位置、挡拆的方向、方式都有极高的要求。哎，这球没犯规，没犯规，没犯规。弗兰克林很聪明、啊，很聪明。弗兰克林一条龙强起，好球，都封盖了。今天布兰德，这应该是我印象当中第三次的盖帽转换球，三分没有命中。弗兰克林还是硬杀，好球！就这两个点当中的任何一个，有人给他做掩护，他就会给另外一个。哦，反击又来了。弗兰克林转换两分，再弗兰克林转换，运球一定得注意。弗兰克林看一下追身三分，直接拔，连续四。弗兰克林一打五。Momčadi di ove godine tu situacija drugačija. Mote Jonas koji je imao这。Juan Švej Mote Jonas fina asistencija, ali još bolja blokada Franklina. Franklin će uhvatiti loptu, ipak polako ide taj napad za Šansi i Čemu.同时开场还不错，现在7比6领先一分，而且更多的是靠自己。决赛就是要有谁能把球放进篮筐啊。哦，弗兰克林超远三分啊，超啊，再给弗兰克林一个中距离再中，放空进行球的时候可能都可以，但一旦陷入一个平稳，哇，弗兰可以说内线也是本土双塔，内外线比较均衡，弗兰克林还是做兰斯布格防，往里去，哎，连续往里去。弗兰克林塞格布兰德，哦呦，这球好球啊！弗兰克林，弗兰克林好球啊！这能力在整个联盟大外援里也算顶级的。这的体现就是篮板，张大宇今天十五分，火！传导球突分，太着急。林豪的出机会，再交回给弗兰克林，自己。慢三步进来一个高大，在这个时代是很宝贝的。对，也是蒋指导这个从这个广州距离非常远的一个挡拆，没有着急出手，你看我们又杀进去了。是的，球队也在努力的在做好场上的事情。弗兰克林的中距离，还是守联防，弧顶掩护，单手的抛投好。弗兰克林挡拆之后。
这边话音都听到了，应该是尹指导在喊篮板球。范克林突破好球。大喊转换，这次弗格森追过来中距离，这是姆鲁的首秀。就这个得分来看，相比于托马斯·林逊是合格的。护框，这范克林，哇，这球直接弗兰克林强打，传球的视野和传球的意识也更好。后卫了，进攻手感很顺，还是因为在吴冠希这点的防守上，目前马上弗兰，吉布森也好，沈鸿飞也好，打出挡拆就有机会。那边当然是加马弗兰克林，现在是陈范鹏突进去抛一个好球，状态和火力。好在山西呢，现在抓住了一头，进攻稍微好一些了，对吧？范克林还是很稳，防守没跟上，这防守真的好啊！一零四连，再走左侧，没有能够完成。好球，顶着防守的墙头。仿佛他现在这双能力啊没有那么展现，反而是进二打一啊，打进一下成了干扰。对，看反击质量怎么样，收得很厉害，好球。Franklin ima šansu na drugoj strani. Franklin učiće ovaj je。双方现在关键是小动作不断。嗯。这样的比赛里啊，无论是对于观众还是对于我们就是这样的比赛评论员来说啊，这一贴得很紧，但是被弗兰克林直接好球。弗兰克林莫兰德呀也是点背啊，被梅斯顺带手打了一下。弗兰克林杀进，没有像是上个赛季表现那么的好，但是这个外线的点他是有拦的。弗兰克林又抓葛兆宝上前做高位掩护，唐才玉，这边弗兰克林还是也是要逼迫田贵森来处理球，因为田贵森并不算是一个比较合格的组织者呢。哇，今天连续的换防都是王彤来对弗兰克林啊，身高可以控制一下，身高弹跳可以控制一下。